所远景，自行许诺勤务时，见阳性犯前，骑乘机车行驶到了人行道，遂上前拦查，见阳显上方浓厚酒气后，遂立即实施酒测，高达 1.51 毫升。经查，阳显刚喝完酒要去找同居人，警方发现同居人后，他也在两周前因酒测后遭警方拦查移送，而阳显自身在两周前也因酒驾肇事后高达 1.65 毫升，遭警方移送。关于公布酒驾累犯相片部分，警方将资料提供公路监理机关，由公路监理机关依全责发布。